有种就给我滚出来。哎呀，冷月寒，你果然叛变了，快把林浩交出来。做梦，杀手组织的人竟然这么快就找上门了，幸亏林浩不在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该死，小月月，你的动作太慢了。给我滚开，再敢动一下就要你的命。只有愚者才有蛮力，聪明人选择靠脑子。不好，扑克牌上有毒。真是个蠢货。不对不对，聪明人选择保持低调。能让小月月死心塌地，林浩，我对你很感兴趣。林浩，警察马上就到，先让庞达醒过来吧。嗯，没问题。我怎么睡着了？难道是最近晚上太操劳？哎，庞总日理万机，要注意身体啊。没事，来，咱们继续喝。酒啊，恐怕是没法喝了。因为我要请你出去喝茶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是良民呢。不会冤枉你的。队长，这个案子就交给您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帮林时天讨回公道。雨涵，我们回来了。这么黑，怎么不开灯啊？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林浩，那边地上有一张纸条。想救冷月寒，就到九真塔来找我吧。月寒叛逃的事情败露了。怎么办？我们报警吧。不行，月寒身份特殊，我们只能自己去解决。可九真塔已经荒废很久了，听说还会闹鬼呢。都是迷信罢了，地面的血迹还很新鲜，说明刚被带走不久，现在追还来得及。不行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你去干嘛呀？那么多血迹，月寒肯定受伤了，我可以给他治疗，你专心对付敌人就好。真拿你没办法，那你可要抓紧了。你要干嘛？当然是抓坏蛋去。哇，林总，我们就不能好好走路吗？是，我们到了。我好像看到我太奶了，连盏灯都没有，这里还真是挺阴森的。冷静点，只是一些蝙蝠而已啊。原来是蝙蝠啊，吓我一大跳。幸好没摔坏。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别怕，就是个兔子雕像而已。雕像。别管这丑东西了，我们还是赶紧进去吧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开什么玩笑？
我去，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。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。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，正面刚。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盖世，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够赢道中华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，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、周四、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之前必须上去云门，下安阳关。只要进了这门，都算是我的病人。萧姐姐，你不会以为我只懂医术吧？就凭一群乌合之众，也想来教训我？下面就交给我吧。